秦石，我今天叫你来是想跟你说说这个案子。前天我到你们家去给你父亲送达了这个民事诉状，同时也了解了一下你们家的家庭情况。我看了一下，你父亲确实不容易，他呢含辛茹苦地把你拉扯大了，现在你要结婚，你的情况我们都能理解，但是你让老人家从这个房子搬出去，你让他怎么办？好好跟你女朋友做做工作，我们给你调解调解，行不行？结婚吧。哎，陈石，你这求婚求的也太不浪漫了吧。哎呀，菲菲，这事情我已经想了好久了，我不是突然想起来的，不过今天突然这么跟你说确实有点唐突，但是你有啥要求你尽管提嘛，我肯定都会满足你的，行吗？哎，菲菲，你有啥要求你就说嘛，都说句话呀。你陈石，你这样说我其实挺开心的，但是我们班也老大不小了，如果要结婚的话，将有一系列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比如说要有套自己的婚房吧。哎，房子啊，我以为多大事儿呢，我那有现房啊，我14岁的时候爸妈刚离婚，那时候在离婚调解书上就写清楚了，房屋的房主就是我呀。那么小的房怎么住呢？你还让我和你爸爸住在一起。哎呀，你看啊，菲菲，那房子是两室一厅，然后大卧室咱俩住，小卧室我爸住，咱把那个旧房子收拾收拾，就完全和新房子一样了。而且等我以后嘛有钱了，给你再买套大的，行不？陈石，你现在越来越会吹牛了，还等你有钱了，等你有钱我都成黄脸婆了。本来就又破又旧的小房子，还让我跟你爸住在一起，我岂不要是跟你结了婚，那这日子真的过得很窝囊。哎哎，齐飞，爸，我回来了。回来了。哎呀，赶快洗手吃饭。儿子，女朋友谈怎么样了？都这快2年了吧，什么时候也带来让爸爸瞧一瞧。我今天跟他提结婚的事儿了。姑娘怎么个意思？答应了没有？他也没说答不答应，他就只跟我说最起码得有套房。房子？我知道咱家经济情况，我就在想，要不把咱这旧房子收拾收拾，结婚。齐飞他想过二人世界，哎，我是真没办法了。孩子呀，是爸爸对不起你。爸爸的养老金让爸爸吃药住院了，花了。我出去租房子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儿子，你看我们能不能再刻苦一下？就算爸爸求你了，那你让我怎么办？喂，齐飞，咱的事我都想清楚了。你现在有时间没？我想出来，咱当面谈一谈。好的。那我等你啊。那天我回家以后跟我爸说了咱的事儿了，我都跟他说清楚了。但是你也知道，我爸现在他一个人，而且还一身病。他退休那些工资基本都用在买药上面了，他
他又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你让他怎么办嘛？能不能让他先缓缓呢？你明显这是在拖延。可是你现在看我这个状况，我实在是没办法呀。你能不能让我先好好想想啊，菲菲？我就知道你六神无主，办法帮你想好了。你看看吧。写字书。嗯，就知道你没有办法。你爸白白在那里住了那么长时间，也就算你进过校了。房本上清清楚楚写的是你的名字，这样我们去打官司，我们肯定能赢。行不行？你倒说句话呀！好吧，我答应你。陈实，来坐。是这样的，我今天又把你叫来了，你的诉讼请求我也看了。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你是这套房子的所有权人，你可以要求你父亲腾房，你再考虑考虑能不能调解。我知道了。现在开庭，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原告陈实诉被告陈诺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庭不再主持调解，本案待合议庭评议后当庭宣判，现在休庭。通过今天的庭审，案件事实已经查清了，咱们合议一下意见。小魏，你说一下你的意见呗。我认为本案的事实清楚，在今天的庭审中呢，通过被告的陈述以及原告所提供的证据，能够确定陈实为本案涉诉房屋的所有权人，所以呢，这个是对他物权的合法保护，我认为应该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个我不同意。本案原告虽然是房屋的所有权人，我认为本案在裁量过程中，我们应该考虑这方面的因素。其次，本案被告并非完全不合理占有房屋，被告是原告父亲这一特殊身份，表明被告对房屋的占有是有着历史原因的。其实我的倾向性意见还是这个老好的这个意见。现在公开宣判，全体起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1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实的诉讼请求。陈实，这是我跟我妈找律师连夜起草上诉书，你看看吧。这次有了律师，房子一定能要回来的。行不行？你说句话呀！齐飞，你够了！我家条件你不是不知道。你再让我爸一个人搬出去，去哪儿住？咱俩一起2年了，我啥事不是对你言听计从的？对，我爱你，你想吃啥，想要啥？我宁可自己每天吃牛肉面，我都愿意去满足你。可说到这个房子，你不是不知道，这可是我和我爸唯一的财产啊。我曾经都想过把这个过户到您的名下，你却现在一而再、再而三的逼我让我爸搬出去。你怀的什么心思啊你？哎，你今天吃了枪药了是不是？我哪点亏待你了？
带你去看你老师。没想到，没想到，你小心思还挺多的呀。我这么做就为了我自己嘛。我妈说了，我要是没有独立的婚房，就不同意了咱俩的事儿。这事儿你好好想想吧。好，你可以哈，你真可以。不但你可以，你妈也可以。分手就分手吧，我成全你。陈实，你混蛋！是来上课的吗？那个，我今天有个请求，我能撤诉吗？撤诉？年轻人，法律是有规定的，案件宣判以后是不能撤诉的。你之前一直那样劝我，我都后悔没听进去啊。我自己执迷不悟做那些事儿，把我爸害成了什么样，我真的不是人啊。我现在就想跪到他面前给他道歉，可是我连这个都做不到。所以，您能帮帮我吗？现在，你有这个态度是好的。虽然案件宣判了，不能撤诉，但是我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跟你父亲沟通沟通，争取你取得你父亲的原谅。